最后输出的时候哈，刚刚我们如果用那个公式输出的话，当然我们输出应该是，这边我把它先注解掉，这个先注 ，OK， 那我们刚刚输出的时候是什么？输出只有那个，就是把里面的公式输出，可是格式没有带过来，所以变成说这个格式怎么办？你要不就是什么，自己把这个格式复制过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可能要事后再把格式补上去。所以我把它直接执行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地方会有几个问题，可能需要做什么？按右键储存格式，哎，把它自动换列，然后对齐方式的话，哈，水，哎，这边比如说靠左，好，有没有？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再来字的大小可能要改成10号字，然后再改成什么？哎，可能要微软的正黑体，对不对？大概会有这些啦。然后呢，底下变成。全部假设我今天哈，我们刚刚做了几个动作，包含就是第一个，我要能够什么自动可以换列，第二个的话水平自中，第三个字换成10号字，第四个微软正黑体。那如果说你不会写，不会做这些动作怎么办？其实哈，你有个方法啦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录下来，然后呢就会有答案了。怎么录哈？其实基本上这样，比如说公这边有录制句集，那假如录制句集，假如句集一好了，好按确定，那你也许可以改了名称。不过有的时候我的习惯这样，反正我主要知道录下来之后什么东西，我拿来参考，我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就来了哈，很多人录完之后不会用，就才是问题了哈。好，那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好，第一个哈，特别是按右键。储存格式嘛，那我就怎样？这个打勾，这边的话是向左，哦，所以主要是做了这两个动，这两个动作的哈，按确定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常用里面的这个改成10号字，这个改成标楷体，所以有四个动作了哈，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啊，录完之后的话呢哈，哎，它会帮我录成什么东西？好，停止录，停止了，再到。聚集里面，聚集编辑一下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它录下来的东西长得就像这样子，啊、哦，聚集一嘛哈，啊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其实特别就是，其实这个 with selection 哈，后面呢它其实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它这个后面的其实点哈有没有？其实前面都是一个 selection， 那 end with 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反正只要是点的前面。都等同由一个 selection， 那不过我特别注意了，反正这个 selection 指的是什么，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当 sales 就好了。其实那个 selection 就是你 sales 的位置，所以哈，那你会想说，哇，老师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其实哦，说真的啦，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不需要的，那我只需要什么？我将来输出，它会录在 module 2了哈，我将来要输出的就是 sales i 这的这一栏，对不对？我把它 Ctrl C 一下。那我需要什么？基本上哦，第一个我需要这个换行，其实换行就这个，就叫 warp test 等于 true，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换行，就是把 sales ij 加在这里，这个就有换行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要这个是 horizontal 嘛哈，这应该是水平还是垂直啊？水平嘛哈，啊这个是这是垂直啊，所以其实哈。我只要是水平那个，所以其实只要怎么样，把这个前面再加一个，这个，就是我这个储存格的水平，哦，所以我有个，换行了，有个水平的，哦，靠左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再来就是微软正黑体，还有就是字的大小为10号字，不过特别注意哦 ，selection 后面有一个什么点缝，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点缝哈，复制一下。放到点内的前面，等于是它有一层再一层，所以这两个哈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再把这两个，Ctrl C 一下，干脆先搬到这边一下，然后做什么？其实前面哈再加上什么 ，sales， 对对对，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要四行嘛，因为其实我只要做四个动作，那这些东西其实录下来主要是给你参考。它不是全部都需要，但是它录下来全部都给你了，那所以你要必须怎么样？
可能你还是需要稍微了解一下里面大概啦，不过大概就这几个，那怎么样？把这几个这样复制一下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你的程式的下方，有没有这几个？所以我贴上哦，大概就是，其实就是这四行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我刚开始把它注解掉，把它还原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本来刚刚哈，它是我把这个地方哈再run一下，给各位清除全部好了。好，那再run一下哦。如果刚刚这边是一个中断点，执行到这里的时候输出嘛哈，它是输出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需要怎样？以后哦，这一招还蛮管用的，反正你录下来之后，大概知道那些东西之后哦，那你可以怎么套用？第一个，它是什么水平的？第二个，把它折行了。第三个是把它怎么样改成应该是微软正黑体。第四个是封 size 等于10，有没有？全部 OK 了，然后这样全部执行一下。这个时候哈，这样子输出的话，你每一个都会套用什么格式了 ？OK， 好，那这个方法的话，提供给各位参考了。就因为时间关系哈，可能我很简短的哈，很快速，不过关键在这里的。那等一下我也会把这个贴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哈。那你们大概就知道说，以后你录下来的东西一定会有个 selection， 这个 selection 哈，以后就可以把它改成 sales 的那个储存格位置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哈，给各位参考一下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那等一下这个部分的程式码哦，我一样也会把它贴到云端上给各位参考了。反正这个是录下来改的，所以往后的话哦，你要修改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哦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那下个礼拜的话哈，我们就从综合练习，所以我会挑几个比较重要的综合练习来看啊。也许下个礼拜先从大型试算表一直往后推，那可是会讲的比较精要哦，所以最好你们回家可以先把范例先稍微看一下，好，会可能会比较快一些的哈。OK， 那今天先到这里哈。